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。500年后，唐僧前往西天取经，救出悟空，收为徒弟。唯恐他不服管教，给他戴上了一个金箍，只要唐僧一念咒语，悟空就头痛难忍。但悟空深明大义，忠心耿耿保护唐僧西天取经。一路上，唐僧又先后收了二徒弟猪八戒、三徒弟沙和尚，四人一路西行，历尽千辛万苦。禀报夫人，唐僧师徒已经来到此山。正在路上，夫人。给我击鼓传令。这一下可以吃唐僧肉了。据说吃的唐僧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。是了，真有此事啊。嘿嘿，这还能有假？带我下山捉拿唐僧。我去。我去。你有多大能耐？去你的，闪开。
你等这些小小伎俩怎能拿得了唐僧？夫人，为何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？你等可知道唐僧手下的大徒弟是何人啊？不知道是谁呀？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是他呀，听说孙悟空神通广大，单凭那条金箍棒就打败了10万天兵天将啊。看来我等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啊。看来这唐僧肉吃不成了。唐僧肉还是要吃的，我自有妙计拿他。Thank you.
徒儿们，我一路西来，经历了多少穷山恶水，哪有这么山明水秀的景色？想来是个太平地方。风景再好，也躲不过饥荒。老猪的肚子叫了，我也有点饿了，谁去化些斋来？师父，我去。师父，还是俺去。这方圆几百里尽是人迹不到之处，没有人家，俺老孙去南海摘些鲜果来给师父充饥。猴哥，多摘些回来，我老猪等你。啊，快去快回。好，沙僧八戒，保护好师父，千万小心，别走远了。师父，你听，这荒山野地，哪里有人喊救命？咦，分明是个女人的声音。谁去看来？师父，师父，我去，我去。你别怕呀，我是过路的和尚。哦，原来是师父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出什么事了？方才我急忙赶路，碰到了一只老虎。吓得我呀跌下坡来了。老虎？他不曾把你吃掉？吃掉？我怎么还能跟师父讲话呢？啊？这倒也是啊。我来扶你起来。疼。不碍事，我来背你。不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那你且在此等候，我去去就来。我去去就来。果真有个女人碰到了一只老虎。师弟，你上哪儿去？打虎救人。嗨，老虎早走了，只是那个女人伤了脚，走不得路。师父，借你的马让到齐义这儿吧。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与人方便才是。好，走吧。这，师父。阿弥陀佛，听我徒弟说，你脚有伤，赶快请起。师父不碍事的，已经好了。这好得真快呀。一个妇道人家在山上独自行走，怎不危险？我丈夫去年去世了，今天是他的周年忌日，小妇人特地到天王庙斋僧。师父，你们饿了吧？阿弥陀佛。八戒。师父，
何不前往天王庙歇息，既可吃斋又可借宿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师父，咱们跟他去吧。天王庙何在？啊，不远不远，转过山坳便是。小妇人愿意陪同前往。快走吧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大师兄还没回来呢。这师父，快随我去，快随我去吧。哎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是个守寡妇女，怎说她是妖精？什么寡妇，分明是妖。猴哥，猴哥，你疯了。哎呀，天下哪有这等美貌的妖精。原来你见她长得好看动了凡心。师兄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不过好看的女人谁不动心，和尚也是人嘛。八戒，你胡诌些什么？我没说，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倒好，打死了人自己想溜，让我们吃官司。你这猴头竟敢平白无故伤人性命。师父莫怪，你且看看这里是什么东西。啊，真没想到。这又是师兄捣的鬼，骗得了师父，骗不了我老猪。休得胡说！你这破猴，伤了人命还敢骗我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头痛，头痛啊！这。师父莫念，有话好说。大师兄，师父，师兄。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可你无故行凶，我不要你这样的徒弟。你不要俺，只怕是去不成西天。大师兄，您就少说几句吧，免得师父再念那紧箍咒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打也打了，死也死了，念也是白念。俺老猪，还是吃饱肚子赶路要紧，免得在此多生是非。阿弥陀佛，且饶你这一次。倘若再作恶，我把咒语颠倒念他20遍。好，30遍也有你。又是何处人生？师父，莫管这些了，赶路要紧，
对，方才的案子还没了，别再惹出事儿来。方才声音还在后面，怎么又跑到前面去了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为何在此啼哭？我妈妈到天王庙去了，我来找妈妈，脚也走不动了。可怜可怜，八戒，你来背他回去。好嘞。不要不要，这位师父好长的嘴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啊，你不要，我还省了这份力气呢。来，我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哈哈，看样子是要俺了。我要这个姓马的师父。对了，就是我们师父长得好看。八戒，把孩子抱上来。好痒，再来一下。跑了。
听话的妖精。阿弥陀佛，长老留步，请到舍间休息片刻啊！不了不了，我们到西天取经，赶路要紧，改日再来。哎，师父不忙吗？好妖精，你三番两次要害我师父。悟空，猴哥再也不能打了，要死人的。呆子，你闪开！长老救命，长老救命啊！大胆逆徒，还不住手？师父，他还是那个妖精变的。胡说，出家之人怎能冤枉好人？是人是妖，徒儿看得明白。师父可别中了他的诡计。即便是妖，怎么样？即便是妖，他没有伤害你，也不准打。分明是妖，却不让打，气煞俺爷。哼，方才你打死个小寡妇，说是妖怪，又摔死了他的儿子，这老张你又说他是妖怪，你这样下去啊，把我们的师父也要当成妖怪打了。你把我儿媳妇和孙子全都打死了。哎，来来来，索性当着你师父的面把我也打死吧。你既然愿意挨打，就不要跑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你纵徒行凶，还念什么佛，还取什么经啊？妖精休得猖狂。逆徒还不住手，我要念咒了。你就是咒死我，也不能饶过这妖怪。师父，师父，您就饶了大师兄这一遭吧。猴哥，猴哥，你。妖精胆跑。师父，师父，
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父，大师兄昏过去了，师父，求你发发慈悲，那就别念了吧。师父，念在师徒之情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哎，这破猴，气死我也。大师兄，猴哥，我几次三番教训你，可你没有一点善心，一天之内竟连伤三命，这样怎去得西天取经？你走吧，我不要你这样的徒弟了。师父，你错怪安业，分明是那妖精几次变化人形，有心加害于你。我打死他也是为你除害，可是你人妖不分，反而屡次赶我。师父，师父，大师兄不能走，此去西天路途艰难，还是让大师兄留下保护师父，我愿带他领罪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，若再不去，我又要念咒了。师父，走吧。好，我走，希望师父把老孙头上的金箍帽收去吧。我只会念紧箍咒，不会松金箍帽。也罢。大师兄，沙师弟，八戒兄弟，猴哥，八戒，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可懈怠大意，保护好师父全靠你们二位师弟了。师父，俺从五行山下起跟你至今，今天半途而废，不能功德圆满，您请坐，受俺老孙一拜。俺老孙去的也就安心了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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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Thank you.
谁呀？是大圣爷爷，今天可回来了。哦，是大圣爷爷回来了。你们为何一个个躲藏起来？我来了好一阵，不见你们的影子。自从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，猴们被天兵天将打得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好端端的花果山被糟蹋的这副模样。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？你老的小的不过百把。大圣随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如何却回来了？一言难尽。大圣何必去当和尚，不如留在山里和我们在一起。大圣爷留下了，留下了。好，俺老孙既然回到家园，就得把这山山水水收拾一番。嘿，风火何在？推云童子听令。谢了。
八戒，天快晚了，赶紧找个住处才好啊。好，师父下马歇歇，老朱去看看临近可有人家。师弟、啊、你要保护好师父，千万小心，别走远了。快活自在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见八戒回来？这呆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徒弟，你听。嗯。那里不是一座宝塔吗？嗯。有塔就有寺庙。奇怪，荒山野地怎会有这等大庙？出家人逢寺拜佛，快快前去也好有个住处。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师傅！原来是你这个土地佬在跟我捣蛋呢、师傅让你找宿处，你倒在此睡大觉，管你屁事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呀，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。你倒是说呀。你走后啊，你师父跟师弟都让白骨精给抓进洞里去了。啊，你骗人。骗你让我断子绝孙。那妖洞何在？你随我来。开门。开门！夫人，夫人，买卖来了！哪里来的买卖？洞外有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叫门。果然是好买卖。猪八戒自己找上门来了，倒也亏他找得到。带我去会他一会。和老夫人亲自出马，我去将他拿来。这土地老也怕妖怪。是谁在门前吆喝？我的儿，是你爷爷在此，快快送我师父出来，省得我钉耙住进洞去。倒是有个唐僧在洞里，正等你来一起蒸了吃呢。妖怪看打！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给他跑了。夫人，虎王战败，猪八戒却未拿住，给他跑了。便宜了他，把唐僧看好。是。飞来福在。你去金湖洞有请老太夫人，说我女儿为他祝寿，请他吃唐僧肉，共享千年寿。遵命。哪里来的生人？啊！给我拿上来！哎呀！不是生人，是熟人，是熟人！啊，原来是猪八戒呀！不错。不错，正是猪八戒。你不跟师父取经去，却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想你，让我来请你的。他不会想我，他也不会请我，我不去。师父确实想你，确实想你。不去，不去。我这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自由自在。去做什么和尚？你回去吧。师父想你，让我来请你的。出去！呸！这猴头不做和尚，做妖怪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呆子，你骂谁？不骂，不骂，我谁也不骂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！你这个蠢货，你去便了，怎么在背后骂俺？猴哥，我不曾骂你。要是骂了你，让我屁股上长个钉疮。你不说实话，看俺使棒子给你送行。猴哥，猴哥，我说呀，猴哥。也罢也罢，起来说吧。不瞒你说，师父真的遇难了，和师弟关在白骨洞里。啊，
该死的八戒怎么不早说？我怕哥哥你记恨师父。少废话，大救师父要紧。这就是了，妖精知道大师兄出山，一定吓得抱头逃跑了。慢着，俺不去了。啊，哥哎，你怎么又不去了？八戒，你回去告诉师父，叫他感化妖怪，放他出洞便是了。啊，别开玩笑了，妖怪怎么感化得了啊？走吧，走吧。不去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师兄，你太不讲情义了。师父无情，莫怪徒儿无义了。好啊，你不去，我去，豁出一条命，救得了师父便罢，救不了师父，我老朱和师父同归于尽。好八戒，有长进。大圣，你日夜想着西天取经，为何此番来请又不去了？你们哪里知道，那白骨精十分狡猾，我怕八戒走漏风声，故意的气他，让他回去保护师父。孩儿们，好生看守着花果山，俺老孙立刻下山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休得无礼。你是谁？在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哎呀，口渴得很呐、好兄弟，来一口怎么样啊？给。好酒，好酒。我来扶你。你上哪儿去？白骨夫人差我去金湖洞，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。啊，唐僧还没死？没有，就等金湖大仙去了才开刀呢。啊，金湖洞到了。好兄弟，还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。要送要送，俺还要送你上西天呢。你哎呦！
常少见嘛，真是久违了。不来，见了老娘，怎么不叩头？给奶奶叩头。我家夫人请奶奶去吃唐僧肉，请。好孝顺的女儿，快。快被叫去。是。福来，与老娘开路。请。啊，师弟，今天不知谁个运气好，先下锅。你是哥，我是弟，理应你在先。嗨，可惜大师兄不在，原来应该是猴头第一个。难怪他不肯来。来来来来，肚子饿了吧？歇歇再走啊。哎，来，拿着吃吧。好香啊。不得了了，哎呀，救命啊。老妖，往哪里逃？阿弥陀佛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抢我的。夫人。这个没出息的猪八戒把庄稼人的玩意儿也拿来当武器。你懂个屁，要是还给俺老猪，我在你头上猪几个洞。这猪八戒最可恶，先拿他开刀下锅。报，太夫人驾到。孩儿拜见。罢了罢了，我儿起来。二哥，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，只怕是死不成了。怎么？你看那老妖好生面熟。你怎么认识？你仔细看来。
孩儿昨天拿得东土唐僧、啊、好好，请母亲来献献生，好赠与母亲吃了，延年益寿、啊、难得我儿一片孝心，听说还抓了个猪八戒，那厢便是。哦，这耳朵肉厚好吃，为娘最喜欢。只怕你没口福，啃不动。这嘴最爱说坏话。我不说便罢，说出来叫你玩不成。只怕这大肚子里尽是一包草。别看老猪草包，也有细心的地方。呆！太夫人面前不得无礼。这便是唐僧吧？正是。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怎么不在呀？那猴头是不会来的了、哦、这是为何？母亲问他便知。你的大徒弟呢？啊，哎，被我赶走了。却是为何呀？因为他一日之内连伤三条人命，犯了佛门戒律。女儿为何发笑？这是女儿略施手段，三次变化人形，叫他们师徒分离。我女儿秀的这般好本领，为娘倒要见识见识。对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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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母亲上座，带女儿便来。你行什么善，取什么经？师父，你还我妈妈，你还我妈妈！你纵图行凶，还行什么善，取什么经？你说。悔不该，当初没有听你的话。是，是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
女儿本领果然不同寻常啊，为娘心里十分喜欢，今天为娘高兴也变一个你们瞧瞧如何？母亲肯赏脸再好没有。你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哦，那老娘可就献丑了。女儿，你看为娘变得可像齐天大圣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变得太像了，女儿还以为是真的呢。你们笑什么啊？哎，母亲，快变回来！为娘变不回来了！哎，腰就腰！师父啊，
师傅。啊，这就是白骨夫人啊，师傅，你看如何处置？徒儿啊，嗯，这回师傅听你的了。好。师兄，师弟，妖怪已除，妖洞也烧了。仙徒，亏了你也，亏了你也。别说，只要你不念那紧箍咒就行了啊。师父，请上马吧，请。